有点动心，让人神魂颠倒的爱情。为什么要谈恋爱？手机不好玩，还是游戏没人带？为什么要谈恋爱？奶茶不好喝，还是剧太烂？你一个人走，一个人笑，难过了闺蜜的肩给你靠，何必牵肠挂肚一个人，简直自寻烦恼。怎么会不敢看他的眼睛？怎么会不由自主想靠近？天空没有云，却突然希望下雨，沉寂的惊叹。为什么要谈恋爱？空虚寂寞只是荷尔蒙作怪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是不渴望被爱，有人关怀。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，麻烦你转告那个人听，要是没有全心全意对你，等着听拳头亲吻他脸上的声音。怎么会不敢看他的眼睛？